为65岁，有位47岁，一袋水泥的重量，实际重量是98斤左右。他这个年龄干这个体力活是很吃力的，两个人呢也都是时间抓得挺紧，我们从早晨一直忙到中午将近12点，他们早饭都没有吃，被我看了也比较心疼，所以人家个人手吧，那两个老人就拒绝了。这一车货是300块钱，如果三个人的话，那就少赚了50块钱。人都有老的时候，看到他们这么大年龄了还在干这么重的体力劳动，觉得也挺心疼的，所以就是这个目的发了一条微博，